自己内心情感跟理智要和谐，所以这儒释道三家哈，三家的思想帮助我们身心灵和谐，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啊，儒家，人与大自然万事万物和谐，道家，自己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，佛家。儒道佛三家，然后宗教儒佛道三教，三教原来是一家。孔孟圣道五教一家，五教同源。